呢个城市里面有一只恶魔默默咁注视住每一名居民嘅浪费指数，一旦俾恶魔锁定为目标，后果就不堪设想啦。咦，睇嚟呢个都唔错喎，下一个就系你啦。你件衫好似污糟咗喎，冇可能噶喎，今日先第一次着。但系你睇下，真系污糟咗喎。咦，系喎。唉，咁算啦，掉咗去再买我件啦。喂，等咗好耐啦。咦，你买咗件衫啦？系啊，新嘅。咁你旧嗰件衫咧？掉咗咯。但系你唔系第一次着啫咩？污糟咗，抌咗佢啦。咦，新电话喎，我呢部，唉，勾咗啦，等我换咗部新嘅先。哇，你又换新机啊？咦，系喎，早几日先见你换咗部新嘅啫喎。系咯。呢啲嘢唔可以悭噶，iPhone 4 out 咗啦，梗要换部 in 啲嘅啦 ，in 人配 in 机啊嘛。哇，咁多嘢食，一定好好食噶啦！哇，咁多嘢食，你食唔食得晒噶？你音住俾佢听啊，食唔晒。哇，有冇搞错？成咁多嘢走咗。冇事的，你咁多年都系咁过噶啦，得噶啦。以后有咩事我帮你咯，唔紧要的，知唔知啊？你走开啦！少女听从恶魔嘅哄骗，浪费指数直线上升，招！今日有食嘅，唉，真系冇睇。你都浪費得多啦，跟我去第三世界國家體驗一下啲外國嘅滋味啦。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儿童好像他那么幸福啊，每日就有多达21000名的儿童因为营养不良以及患上可预防的疾病而死亡，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减少浪费资源，为儿童创造一个零受苦的世界。